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音响 YouTube 频道，我是Eason。继我们上次我们跟各位观众朋友介绍这种入门的一些组合，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是中阶的组合。其实我们想要推广给大家的就是说，音响它的品牌有很多，可是呢很多人都问Eason说，那我要怎么买，甚至要怎么组合才是对的。那其实有一些过去有一些经验，就是大家会觉得某一种品牌搭某一种品牌，它特别能够得到很好的声音。那今天呢，我们就针对这个主题也跟大家推荐就是来自我们德国的 Restek 扩拉机品牌。因为本身 Restek 也是一家 high end 的一个扩拉机品牌制造商，所以今天我们介绍它的一个入门款分享给大家，顺便也做了一个搭配组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今天介绍这个搭配组合之前，我们先介绍我们从前面的 Restek 它这个前几代 DAC 的部分先讲起。这一台叫 MAMS Plus， 那这个是从之前的 MDEC 的前身所延续而来，把它的 I2S 的部分去除掉之后，然后加装它的这个网路的部分，也是加入这个串流的功能。那所以说它本身就是一个 DAC 又带有串流的功能，再加上它本身有这个前级可以做调整。 Restek 它的外观非常的一致性，它是一个镀铬的一个面板，那当然原厂也提供这种铝合金法丝纹的面板，它也是奉行这个 Bauhaus 哲学的这种极简风。它这一颗旋钮里面隐藏了很多的 setting， 它只要透过旋转跟按压就可以设定它的功能。 MAMS 它的本身的 DA 部分的同轴跟数位输入高达5组同轴还有光纤的部分。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多组，其实我觉得他这样做是当然很方便啦，给很多就是需要有 DA 的部分，包括你的一些电视讯号、CD 讯号，或者是其他的播放机的讯号，都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去对接。我觉得他这个 MDEC 他本身并没有支援 Run 啊，也没有支援这个也没有自己写的生成的 APP。Eason 这边是用 MC Connect 的一个付费的 APP， 他就来做。一个操作，在这样一个架构之下，它又带有这样的前级功能去做一个播放器。那在整体规格上，当然也是 192K 24bit， 这个一定都没有问题，甚至可以设定它的位元解码跟它的对应的比特数，也就是说你可以调192K 或是 192K 或是 88.4 这种，它是每一个都可以调整的。我看过有一些 DAC 他们是没有办法调整这些东西， Restek 这边它有做了这些细部的调整，我觉得是相当的不错。接下来是我来介绍这个下面这台 Mint 的这个综合扩拉机。那之前呢，我也邀请代理商有开箱的时候跟大家介绍过这个 Mint 这个综合扩拉机。那这个 Mint 综合扩拉机呢，它是8欧姆的话是65瓦，那4欧姆的话是120瓦。这个部分他们现在 Mint 所采用的放大也是都采用这种低劣的这种做工方式，可见得这个是全球化的趋势。稍后我再会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它的声音的走向那比较特别是这一台 Mint 的扩拉机，它还可以做一个调节的功能，也就是把你的扩拉机变成是两声道的立体扩拉机，把它调节成一个声道，所以它整个扩拉机的倍率就增加那驱动力，那可以变成一个 mono mono 的方式。今天我们是搭配我们的 Dynaudio Evoque 20这样的组合，也是在我试了几个喇叭之后，我才发觉搭配英系的喇叭并不是那么的适合。我讲的就是像如果说他去搭 Wattel， 我觉得他就不是搭 B&W 可不可以？可以搭 Dynaudio， 我发觉他的声音非常的合拍。怎么样的合拍呢？其实 Restek 他的声音，有人说他比较像是他听起来声音很温暖，有点像那个管机的味道。那 Evoque 的系列它有分为10、20、30跟50，20是属于书架款比较大的一款。那 Evoque 其实它也承载了很多的技术它是完全是由我们它最新的这个朱比特的实验室开发出来，有一点倒锥形的箱体。那我们都知道这种箱体就是减少它箱内的共振。那高音的部分呢，采用 Hesis 的这种内置式的气孔式的模组在里面，那是在降低我们高音它的背波的一个干扰。这个是现在包括它的现在新的 Confidence
都 New Confidence 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在打造它的高音单体。那在低音的部分呢，它的本身的结构上也做了一些改变，包括它的一些齿力结构也好，或者是它的整个冲程部分。 Hesus 的这个高音的这个结构帮助了 Dynamic Evoque 这一代，让它的高音部分除了通透以外，我觉得它的声音的高音的延伸更为优秀，而且声音听起来它的延伸度又比以往又更胜一筹。整体上我个人是蛮喜欢像 Dynaudio Evoque 这种书架型的啦，尤其是在你的空间没有超过10坪，大概5到8坪的空间里面，其实我觉得书架型喇叭都是一个非常不会让你产生困扰的一个方式。当然如果说你觉得低频段的延伸不够好的时候，其实你还是可以选购一个我们的 Reed 超低或两颗来增加它的低频，就可以把它组成一个 full range 的一个状态。这些大厂其实他们都是有新的技术，他们就会把他们技术往下放就像是 B&W 也是一样的，它的 Continuum 的一个中音单体从8系列一直下放到7到下放到6。那 Evoque 20其实它是个 86dB 那对于6ohm 的阻抗频率响应是 40Hz 到 23K。 那我觉得德国 Restech Mint 这个扩拉机65瓦，它这样能够推得动吗？各位朋友不要怀疑，其实最主要还是在于扩拉机本身的驱动电流。之前我卖过英国的 NAM 那种有弄30瓦50瓦，它的推力还是非常的够。那当然我们推动的是一对书架型喇叭，不是推动一对落地型的喇叭。如果是落地型喇叭，或许低频的部分可能就会受到限制。那今天我们特别搭这一套分享给大家，也是要让大家知道是说你可以找出一套就是有质感的，而且能够听出音乐的细节而且层次，还有能够享受这种德国精品级的这种扩拉机它所推出来的声音那绝非是像一些廉价的扩拉机所推出来的声音相信有听过的人应该都会非常的清楚Tears that drip from my bewildered eyes. Taste of bittersweet romance. You're still in my hopes. You're still on my mind. And even though I manage on.刚听了两首歌之后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套的组合的听感那我们挑选了两首，一个是 Fossato Mesonella 的这一个意大利的一个吉他手这一张唱片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然后整个他的那个吉他的那种尼龙弦的那种触感是非常的 Q 弹，然后整个泛音听起来是非常的高贵，而且非常的自然，而且充满了那种水分非常的润泽感，那这种感觉听起来就带一点那种真空管的味道那第二首我们是挑选的 Mary Blake 那个 Only a Woman Heart， 那这一首也是很多人都听过的一首歌那我觉得在整个人声的部分它的中频是非常的应该是讲非常细致高雅的这种高贵质感带一点奢华的这种人生的风味那气韵非常的迷人。那我觉得 Restech 他这家厂商真的是我真是一个非常经验老道的这个 high end 的老厂那我觉得很多人对他还不是很明白很了解那今天我们真的是大推这家扩拉机厂真的是非常的对声音真的有独到的见解，今天也分享给大家那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帮我们分享、按赞、加留言，下次见。